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賽事嚟到第四場四班一千嘅短途賽，大熱係二。好，你一跳出嚟嘅時候啦，前面快閘嘅馬咧，內欄富高八斗啦，同埋只靈財快嘅。再見到第三位就蒲俠超德啦，外邊位置仲有不可擋啦，最出咧粉紅衫嗰只嘉應精神咧，響個四搭嘅第五位啊。內欄咧咁啊，仲有藍衫藍眼罩咧就銀河飛馬，後多層先有歐洲導彈啊。咁啊，嗰只勇創派對咧，依家響尾四俾人頂住喺三搭啊。內欄攝上去仲有大道至簡啊，尾二帝豪之星咧暫時大墮後咧就旅遊拿督嚟噶。轉緊彎嘅時候，前面富高八斗啊放第二位不可擋啊，第三位守住內欄位置領財啦，嘉應精神埋到嚟跟住個第四啊，出邊蒲俠超德啦，內欄第六位咧，仲見到馬匹有銀河飛馬掟到最出嗰邊，係勇創派對嚟噶。好啦，鬥到嚟最後二百零米啦，富高八斗貼欄佔先。咁啊，見到外邊位置，嘉應精神逐步上跟嚟，馬林中間銀河飛馬外邊位置仲有蒲俠超德，最後一百米銀河飛馬響中檔咧，逢馬過馬贏緊呢場賽事啊，跑第二名係富高八斗啊，第三名係嗰只嘉應精神，第四名咧係嗰只勇創派對都姗姗來遲啊。咁啊，結果呢場賽事前中段貼欄嘅馬都係跑得好啲嘅，銀河飛馬早段貼到欄啦，咁啊直路上面咧只係追過只放頭嘅富高八斗，都幾蝕嘅。嘉應精神啊跑第三，更加蝕嘅馬跑第四係勇創派對啊。五号银河飞马梁家俊最后咧十倍胜出啊，跑第二名四号嘅富高八斗啦，莫雷拉第三名，三号嘉应精神啊潘顿，第四名先系大热门二号勇创派对何泽尧啊。银河飞马咁啊，真系十而不华啊，最后阶段十倍胜出啊。系啊，冇乜腥味啊，啲分头啊又啊，佢就喘咗上嚟赢嘅。有星微嗰两只啲走位制约又唔系话十分好啦，佢又先。好，咁啊，即刻睇下啲预计派彩先。跑第一名系五号嘅银河飞马，独赢派104.5，位置派24蚊。跑第二名系四号嘅富高八斗，位置派16蚊。跑第三名系三号嘅嘉应精神，位置派17.5。跑第四名系二号嘅勇创派对，连赢四搭五派200蚊，位置 Q 四搭五派65.5，三搭五派84.5，三搭四派38.5。二重彩，五号、四号顺序就派395蚊，单天三号、四号、五号派312蚊。今日睇埋个三重彩，五号、四号、三号顺序派2436蚊。莫雷拉今晚三隻當晚都順利嘅話，快步出贏啦！富高八斗、總統之星都跑第二，咁啊同我哋開場嘅數據咧吻合喎，90%上名啊！咁啊，三揀一嘅預計派彩咧，勝出組合就係 A 二格夜半熱門派22蚊嘅。可能今日加翻個眼罩快咗好多，嗰個富高八斗啊，係啊，啲飛都勁好多添，臨尾著綠燈添啊！結果扭一扭尾個連贏位都有200蚊，嘉應精神慘啊！沿途際遇啊，一路俾人頂咗出去。勇創派對又係三搭咁一路走。係啊，最後掟個大彎最出，即係追翻個第四，蝕位好多啊！嗰度都。咁啊，結果莫雷拉今晚暫時啲一檔馬表現又好好啦。全上名添喎，莫雷拉。系啊，第五場就原本跑後備一隻啦，咁啊冇，所以冇坐騎啦，保唔出。咁啊，焗住唞唞。系啦，休息一陣先。咁一檔又使唔使唞唞咧？
四場一檔都上咗嚟啦。繼續啦，四場一檔，一檔都幾似猛地喎。嗰只嘢一係贏一係冇嘅。好，咁啊，四連環二號、三號、四號、五號就派114元嘅。睇埋四重彩，五號、四號、三號、二號順序派4221元。睇过晒啲预计派彩啦，睇翻第四场嘅巡逻影片先。起步就大道至简二档比较慢啲咧，银河飞马都撞一撞嘅。前边就富古八斗出闸相当之快啦，喺佢隔篱就令财啦。咁啊，蒲侠超低都冇特别话大力去抢嘅，即系顺住咁跟啦，即系买有啲恶头嘅。走出边就不可挡啦，加应精神第五位、第六位之间啦。跟住就第七位抢晒口嘅欧洲导弹，出边就勇创派对摄唔到啦。尾三贴栏咧就大道至简嘅，包咗尾就帝豪之星啦，另外包尾咧就系旅游拿督。而且蒲侠超得早段啲手势咧，真系都唔系好决心上前带啊！咁啊，选择跟都无可厚非嘅，反正放身翻嚟都脚软咯，咪试下跟咯。咁啊，跟嘅效果咧就同放头都差唔多啦，又咁上一位翻嚟噶，冇乜特别大嘅转变。咁啊，富国八斗今日甩翻眼就一档，咁啊都即刻上翻名啦，都叫做跑翻出接近九分水准啦吓。咁啊，大叶咁啊形势差啲啦，沿途三跌勇创派对，咁啊加印天神都叫做转弯嗰阵时啊，先吸到埋嚟二跌，咁啊但系翻嚟都系得个皮啫。第四场赛事都复榜完毕，位置 Q 派彩四搭五派65.5，三搭五派84.5，三搭四派38.5，三拣一派彩胜出咗入系 A 二隔夜半热门派22元，二重彩五号、四号顺序派395元。四连环二号、三号、四号、五号派114元。四重彩五号、四号、三号、二号顺序派4221元。马宝派彩头关一号、尾关五号派1149元。头关一号、尾关四号派191.5。第一号孖 T 派235142元。分段时间头段12秒56，第段21秒02，末段13秒04。赛前成时间56秒62。